好，现在民众传出又不便利了吗？我们看中央日前才宣布开放运动场馆可以淋浴，有不少业者呢也纷纷跟进。但现在呢，传出不同县市有不同的做法。以台北为例，原本民众在挥汗淋漓之后呢，可以淋浴或者是更衣，但短短不到八天又被封了。现在有网友戏称，这淋浴间就好像开封府一样哦，又开又封，真的很头痛。上运动中心眼前的这一片防疫指引比租屋的布告栏还要精彩，入场前还得要看清楚。我觉得就是要提示一下，只是我觉得那些东西都是大家会知道的，所以就是我觉得列出来可以提示一下，但是如果大家不看，但是那些应该是本身就要知道的知识。密密麻麻的指引当中，其中一条这几天又让民众崩溃。之前中央是决定让民众呢可以来淋浴了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在台北市的部分呢，目前还是暂停开放让民众来淋浴的，疑似是和中央的政策不同调。不开放淋浴，但中央不是才刚宣布有条件开放运动场馆淋浴间吗？怎么才短短几天，这政策又转弯了？游泳池旁边有水嘛，有冲凉的莲蓬啊。常来运动中心游泳的长者，干脆使用厕所的莲蓬头冲一下，再赶紧回家洗干净。而不止运动中心，来到连锁健身房，同样又是解了又封。配合政府的政策，会员入场佩戴口罩，男女兵现在只开放厕所的区域，淋浴区同样才开放几天，又不让会员淋浴。现在业者也相当无奈。我们还没收到公文耶。是，所以你们不知道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们是以公文为主。台北市的公告是9月9号才出来，就是很妙啊，就是9月1号体育署已经公告，但他没有及时，就像高雄他是马上及时就说我们不跟进。中央下放给地方自行来评估决策，但有业者表示都会以收到的公文为主，但现在却发生有业者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，消费者难免会混淆，只是好好的一个运动生活变得跟眼前的运动指引一样的复杂，业者们也只能请民众防疫优先，多多担待了。人间卫视张玉成、郑仁宗，台北采访报道。